全民新浪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SH48 的鞠婧祎。首先它因为它是一个移动疏忽，感觉就已经特别的让人觉得很厉害的那种。我觉得吸引我粉丝的话，应该是上官紫苏的一些人设跟个性，活泼开朗，活泼开朗。没有，零感情，我感觉我们拍的时候都挺好玩的，就没有那种不好玩的，就演员之间的氛围很好，再加上我们的案件，有时候拍的时候，演员老师画的那些特效妆，我们也会觉得很有趣。有2017年，随缘吧。我这个人真的比较随遇而安。有演过活泼可爱的，有演过那种淑女一点的，还没有仔细要去想要去挑战什么样的，还没有太多的想象。因为我属于那种就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不熟的时候，可能也是那种放不开的那种，就可能比较怕生的那种，这样熟了之后才会更加的聊得开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上综艺就是在外人看来是什么样的。没有，就是毕竟大家都一起进团3-4年了，心里面的那种关系已经在那儿。因为现在很多成员大家都会东奔西走的，可能你有你的通告，我有我的通告，但是大家都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还是老样子。现目前还没有吧，应该吧。我一直都这样，就是我从小到大，就以前在学校啊，或者在就家庭啊，就是在妈妈身边啊，就我一直就是特别直。啊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到过这句话，谢谢他这么看得起我。是因为我爱喝茶吗？我的粉丝老叫我老干部，是因为我的生活作息、娱乐方式，再加上我爱喝茶，可能不像大家那么喜欢去喝点饮料啊，或者出去玩啊什么的，在大家看来就比较老派。才华、努力、坚强、美丽，前三个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你在这里面肯定要坚强。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我都爱看电视剧，很小粉丝的那种，我看的话我就会觉得说，我希望我看的这个剧这个角色能真正让我带入，就是把我带入进去，我可能真的会看哭啊，看怎么样，我很喜欢那样的人，所以我也想成为那样的人。这个我也没法平衡，可能我在拍戏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回剧场演出啊，或者回去演出什么的，但是我拍完戏我就会回去演出，就是没有太大的冲突。睡觉。不是没人觉，就是困了，就是发自内心的困，就可能睡个 一天多就过去了。我可能会很久不会发一个自拍照，就是每次一拍的话我就会就先拍那儿囤了，然后一起发了，然后啊你们就看吧，看了然后就在很多可能就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了，因为他们有时候会催我，就也会催我嘛，但是我有时候就是拿起相机，我本来想自拍，但是我又觉得哎呦看烦了，又想放下，就是那种。辣的，我只要是辣的我都要吃，就是香的辣的都要吃。可能四川人不吃辣就要长痘吧。饭量也还好，我自己觉得还好，就是可能能吃的时候特别能吃，但是如果说我今天不想吃，我就真的一点都不想吃，不是很规律，这样不太好啊观众。完了，你这样突然一问我就懵了。没有人吃饭的小秘密啊，大笑人人都知道我喜欢大笑，傻笑人都知道我喜欢傻笑。哎呀有什么吗？也没有，我太普通了，普通到大家都知道我的一些秘密啊什么的。谢谢，辛苦了。
娱乐点卓小伟。